这可是我宁大师这辈子最出色的作品，还真是个宝贝啊！啊，怎么这么强？这里面呢是木头做的，外面独立层金，这是我好多年前来这儿的时候做的。你说要有一天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死了，是不是这个世界连我来过的痕迹都没有？所以我就做了这个，我希望有一天有人能挖到他，带着这个金锭子到店铺去换钱。可当他一去就知道这个是假的，他一定会想，这到底谁弄的？这样的话，至少世界上就会有一个人记得了。这样的想法我也有过。那所以说你懂我，我们一样的缺德，是缺德。但现在的我呢，不需要这个。我现在有了六道堂这帮兄弟们，我有了你，就算哪天我死了，他们也会记得我，我们同样也会记得你。有些事情，我也是今天才想明白。我其实也可以不依靠任何人，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。我还要找到自己在这人世间存在的其他意义。我要银鞍照白马，我要赛踏如流星，我要跑，我要笑，要飞，飞到任何我要去的地方。